你给我过来，过来，你坏蛋你！啊！是书院里一位小娘子送的，她应该认得的。还有，麻烦你帮我带句话。这次是小满不对，小满知错了。但是请他无论如何都不要辞退我，我还想留在这继续做工。哎，什么公子？赵公子？哦，小满。你到底看上钟子夜哪里了？要你管。哦。哎，你为什么和他们家小厮那么熟啊？放个箱子，我得随身带着。放心吧，爷，这事儿我惦记着呢，一件也少不了。爷，爷。嚷什么呢？小满丫头今日又来了，还说托我把这个带给您。说您认得这个，他说小满知错了，但还是想留在府上继续做工。拿去扔了。哎，等等，拿过来，给我看看。哟，这不是桃花酥吗？啊，对，今儿是寒食节，这就是小娘子们示爱的糕点。难不成县娘子对爷示爱？不搬了。赵毛，你看。这是什么？我告诉你，这是谢小满送给我的。你闻闻，这可是桃花酥，听说是寒食节女子对男子的示爱糕点。你说他是不是喜欢我呀？他不会看上我们家爵位了吧？不会不会，我又不是什么太子，他有什么好图的？再说了，人家谢小满可不是这样的人。赵某，你给我吐出来！我还一个都没吃呢，你个坏蛋，你一个都没给我剩啊！你给我过来，过来，你坏蛋你！啊！啊！你下次再来啊！哎，你别请，公主慢走啊。